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架子姐姐。今天准备了十个裱花袋，我会把几种泥一起挤出来玩，过程非常治愈哦。先从这三个裱花袋开始吧，分别是黄色的蜜糖胶、粉色棉花泥、蓝色水潭泥，三个一起剪破，慢慢挤出来的感觉很爽哦。现在挤这三个，分别是白色的剃须泡、红色假水，还有液态玻璃。剪破之后呢，假水和剃须泡立马就喷了出来。液态玻璃的质感比较硬，所以我们要单独挤出来。现在来剪这两个裱花袋，紫色水潭泥和蓝色糖纸泥都非常的鲜哦。接下来是透明的泥和马卡龙泡沫球，挤的时候会有酥脆的声音。最后就是加入亮片的部分呢。现在碗里的材料是丰富多彩，很好奇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继续混合它们，最后混出的泥手感还不错哦。来听听异常满足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